玩嘛。这是经费在燃烧啊，这经费。又掉下来一样，跳不下来，那个铁架子，那个秋千那个灯罩可能会掉下来，架子是不会掉。河南南阳突发大爆炸，致至少20人死伤。7月3日12时47分，河南南阳高新区赵营社区长江路附近发生剧烈爆炸，一大房屋被烧炸，伤者惨重。据悉，因物业公司维修自来水管造成燃气管道损坏，燃气泄漏引发炸爆。官方通报称20人受伤，其中3人重伤。崩的时候一身血，哎呦，听到没？是在爆炸了，吓人。都封路了的，我的天呐！但看他衣服都穿不了咋办？衣服租了没？我是咋的？7月1日，北京女律师在贵阳法院庭审现场拍照取证，却被法警摔倒在地，并抢走手机。事件曝光后登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何志娟律师在社交媒体发文披露，7月1日，她在贵阳市云岩区法院开庭时遭遇法警暴力执法，7、8名法警一拥而上抢走她的手机，她被推倒在地，手臂受伤。网传视频显示，当时法庭上一片混乱，多名男法警暴力推搡3名女子，一女子高喊打人了，另一名女子被法警扯着手臂摔倒在地。拍摄视频的女子也被法警威胁不许她拍摄。视频中有女律师质问法警为什么不许拍摄，按照规定只有开庭时才不允许，现在是休庭时间。但法警蛮横无理地说休庭也不允许。你要拿出依据来，因为现在是你来自于我，你要拿出依据。没有说，但是现在是在快
哪一条规定？哪一条规定可以民工工伤？哪一条规定？哪一条规定民工工伤？你拿起规则来，你们先制止我们。来来来，哪一条规定民工工伤？你告诉我。你来，那我问你，哪一条规定禁止允许我呼吸？物业报警啊！云岩区人民法院的法警公然殴打女律师，休庭期间殴打律师，殴打女律师，警号是52021，有人受伤，现在我们需要警察出庭。我要去医院见。我们现在在云岩区人民法院。我是抱疼。男法警殴打女律师，两个男法警把女律师踹倒在地进行殴打，我们现在要求警察出庭，导致女律师胳膊受伤。抢劫了！抢劫了！保安呢？保安呢？保安呢？这么厉害，干什么？装车发货中，需要的抓紧啊！废铁站，废铁站大箱子啊，有需要的赶紧来，剩余不多。最新拿下600件啊，高端箱，全部废铁站处理了啊。喜欢的来，剩余不多，全部废铁站处理啊。有喜欢的过来看一看啊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。D
顶着43度的大太阳啊，给客户装车。博头方舱医院啊，继续出货中。最新拿下600件啊，高端箱，全部废铁架处理了啊。喜欢的来，剩余不多。废铁架大箱子啊，有需要的赶紧来，剩余不多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